螺蛳粉，中国汉堡，先嗦一口粉。香啊，口味丰的螺蛳粉，孩子，中国汉堡，太香了。开饭，今天吃个虎皮青椒，红烧猪蹄，来酸辣生姜。
猪蹄有一点嚼劲，好吃。吃个青椒肉盖饭，然后酸辣生姜，冬吃萝卜夏吃姜。下面还有个酸辣土豆丝，
越简单越好吃。